处理鸡、鸡小胸、马鲛鱼、鸭脖子、黄瓜、番茄。这是我的晚餐盘，你站错位。我就是看看你吃的和我一样吗？好啦好啦，来，发财吃饭饭，佳佳，那你吃这个，佳佳。来，佳佳先把这个有药药的吃掉。哟，发财怎么口水了？吃个兔里脊，有药药的吃掉。啊，有药药的，好了。然后自己吃了。哎呦，我们佳佳胃口好吧。吃黄瓜，吃番茄，呦会叼的。佳佳你会吧？门铃响，外卖到了。谁来了？我要去开门。佳佳你去哪里了？发财，这里。我才不管谁来，吃饱要紧。自己风干的鸭脖子可香呢。母老虎真贤惠。今天下午接到学校通知，学生要把所有书本带回家准备线上课，于是我赶紧开车去学校接哥哥。我要天天陪哥哥在书房里上课。吃完自己的，去吃六甲的。姐姐，你看全被发财吃完了。吃饱了就犯困，除了睡觉，我只想啃羊排。发财这小日子是比谁都好过。昨天六甲又和三甲吵架了。啊，子敬，火气这么大，过得了不了？凶死了。